这个拔下来它会流很多像牛奶一样的东西一直往外流。这个就是以前用来做那个凉粉的果子，其实我们要用的是里面的东西，我们先把它弄破。哎，里面这个就是凉粉的，小的时候就经常拿来这就这样吃。翻过去啊？嗯，两路都没翻，翻过来就翻了。